下是我怀念你的地方。晴朗的天空，凉爽的风，还有醉人的绿草香。来念歌路，予你听啊你，无要叫一夜，免着乌惊话，劝恁做人搁着端正，好事老皮人老命啊你，亲爱大家好，我是奶杰嫂，我是酒弟啦，欢迎各位今日来参加咱的榕树下。哎，酒弟啊，哈，你是哪里来的？哦。人我是越南来，水果妞，水果妞，现在也是半个台湾人了。那、我嘛是呢，我祖先是因为泉州来的啦，啊，无怎么来遮足久啊，所以老早就变作是规章好好的台湾人。啊，啥物啊？规章好好的台湾人啊！那讲到这个泉州，咱就一定爱讲到台湾古早上界有名的一户李乐三房家。一户二楼，三房家。啊，我房家房家房啊，未来家房家房家房啊，未来家。哦，房啊，未来家。我叫何神来定。何神？何神不是用定的。何神不是用定的。哦，安尼我叫蜜蜂来定。哦，蜂来了。那个时阵是清朝时代，泉州三名：泉安、南安，搁一个是惠安。我猜。你猜啥？搞一个安安就会进手，安安就会空白空空空头油鸡空寒鸡啦！空寒鸡介好食，但是咱咧离题想，哎，又倒转来一个吼。讲到咱拄啊，泉州三名的历史。为了要替因的子孙来追求过更好的生活，决定要提出伊的勇气，渡过这个险恶又恐怖乌水沟啦！什么恐怖乌水沟来了？啊！乌水沟啊！恐怖恐怖啊！实在够恐怖啊！是了，刚开始唔点偌济啦，十点钟乌水沟啊！啊！啊！我们祖先安尼渡过这乌水沟，来个台湾，今日各位唔只看到，看到我，啊，真是好佳哉哉哉哉！嘿，来吉阿嫂，我等来啊，我等来啊！哎，吉阿嫂，好等来啊！什么待遇？困起来哟。哦，够吵呀！恁来吵三碗粿啊！哦，来吵三碗。哦，拄啊经过这乌水沟，头昏脑顿顿啊，满天钻金条要三无半条。哇，啊，算唔知这是啥物所在啦？哦，这是倒位啊？我来啊问一下哈。啊，遐一个水果呢啊，我来啊问看卖一下哈。啊！敢是阮隔壁台弟的银某叫做酒弟啦？台弟的银某，酒弟，什么代志？我来请问一下好无？嘿，我拄仔经过乌水沟安尼吼，头昏脑顿顿，想唔知这是啥物所在？请问看讲，啊，咱这是啥物所在啦？这，嘿，这就是
沙拉啊，沙拉，系啊，哦，沙拉，沙拉，一两三四五六，哦，沙拉，我真鲜呢，真的啊、哦，嗯，安尼我来考一下好不好？好啊，来啊，好、哦，我来请问，咱沙拉为什么叫做沙拉？嗯，沙，对，只沙真多，落啊真多，所以叫沙拉。啊，不是啊，因为他叫杀戮，他们晚上都在杀戮，你知道吗？半夜，我竟然有个没良心的，这么你敢快来刷？半夜敢人给你刷太老啊！哈，这人真正歹人。我来讲，今仔实在是吼，咱刷人受这原因的，我讲给你听看卖者吼。咱刷人是沿用古早的一个地名，吼，伫咧三四百年前的时，咱台湾是荷兰跟西班牙咧统治的时阵，荷兰才刷人多。拢是一款原住民的平埔族的其中一支，叫做帕布特拉族。哎，帕布特拉族，平常时拢是靠种些芋啊、番薯、番薯，甲拍拉为生啊。哦，迄个时阵，咱这个说叫做沙鹿社，但是迄个鹿都没有加一只车哦。哎，这嘛无对吧？哈，落来根据这个明朝、清朝，到这日本时代了，吼。日本人那奇怪嘞，安尼感觉讲，安尼沙鹿社这名无介好听嘞。哦，阵啊，咱的鹿对面去的车提掉，哦，将出来了，咱这个所在叫做沙鹿。哦，到国民政府来台湾了，吼、哦，就大这个所在叫做沙鹿镇。最近这几年，咱话叫做沙鹿区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咱沙鹿的由来啦。哎、哦，各位朋友啊，你讲啊啰啰等，你敢听有？卖插伊，快紧，这歹人卖插伊。沙拉有一个这么特殊的名字，是啊，就是，麻烦你考一下好不好？好啊。哦，咱屏东为什么叫屏东？嘉义为什么嘉义？台南为什么叫南中华？为什么叫中华台？靠腰啊！靠腰，你也考得出来？我爱考分。我是越南来水姑娘啊，水姑娘，你知影较济对不？我来无外久啊，我咧讲，无你直接加教。安尼好，我来。我学习能力很快。好，安尼好。哎，好。无安尼，我教你念一条歌，好。这个观念就会晓念了，咱台湾大部分的这个地名甲名胜，你都拢总了解咯。这厉害啊！是啥物歌啊？古早屏东是阿狗，高雄旧名是大狗，台南古都是车坑猫，天空叫做布吉他。好故事是点阿口，八斗土名是宝岛，人讲大西是海口，七水叫做牛码头。前的以前是德站，嘉义旧名是朱鹭山，龙田叫做番仔田，阿公店是叫东山。汉字上盖赞，鹿港主力是名产，满岛好食是阮干，人讲宝岛是台湾。哦，掌声鼓励。哦，这德山的汉字，鹿港的主力跟满岛的阮干拢足好食，这条歌讲了是无唔对，台湾真正是宝岛，对啊，讲人台湾宝岛。那足侪好吃好看，好，佮有足侪好听的歌谣呢。对，嘿，我足介恁一个宝岛歌后，听讲因兜有足侪无啊，有600多张。啊，上600多张还唔少嘞？啊不，听讲迄是哦，帽子哥凤飞飞哦，听讲哦，伊是会晓唱足侪足好听的歌哦，啊、你敢会晓？你敢袂晓？我麦克风呢？你敢袂晓？你袂晓？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。层层的相思也悠悠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你的爱将与我同在。掌声下去来，我心更明白，歌声交汇。
棒了，太好听了。接下来我就要带来一首 Uncle 曲，是我的。好吧。今天你主角呢？不是哦，主角是咱台湾国乐团。哦，是啊。哦，听讲咱台湾国乐团今天要为咱各位观众带来一首哦，凤飞飞早期的经典台语老歌。哦，咱早期的台语老歌拢是较悲情的，但是这条是较特殊的，是咧日本时代，伊就是足轻松轻快的一条歌谣，叫做《满面春风》。是安尼哦。我们现在就来听国乐团演奏这首《满面春风》。听起来足热情的吼，哦，破阿声嘛是足大声吼，哦，咱台湾国乐团演奏的这条《满面春风》，哦，真正让我感觉到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好加好个啦吼，啊，好你刚才是因咧演奏，今仔我坐咧顶头，今仔空间演奏出来就变做
满面全都花啊，酒弟，弟弟，哎，酒弟啊，啊，你来台湾这久啊，你感觉咱台湾有啥物特别的无？哦、嗯，我来台湾这久，我感觉台湾，我为台湾头行到台湾尾，还佫为台湾尾走到台湾头，发觉台湾有三宝。哪三宝？就是蒸奶鸡排、烧仙草。讲咧酒店，规个头壳地拢是食的，真正是妖鬼神对调调，无只头壳行嘛。还佫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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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佫有啥？蛋堡鸡腿堡399吃到饱，还是吃的啊？实在讲起来，咱台湾真正有三宝，啊不，那是咧清朝的时代，吼、哦，迄阵咱台湾真正有三宝哦。各位乡亲，敢有人知影清朝时阵咱台湾三宝是倒三宝啊？知无？人知无？哎，我跟你讲吼，咱清朝迄三宝就是上脑、樟脑、蔗糖、蔗糖。嗰只是茶米茶叶，哦，迄阵咱台湾就靠这项出口外国，赚了未少外国人的钱。啊不，真可惜是，咱即嘛三宝都啊存一宝，啊存迄落啥物？茶哦，茶哦，我咧一袋袋、两袋袋、三袋袋、四袋袋、五袋袋、六袋袋哦。加油啊！大家做伙来饮一杯，茶刷哦！哈哈哈！咱观众真正是有三宝吼，啊，台湾酒店咧拉屎拉尿吼，啊，拢袂受气啦！真正咱观众的三宝就是个性好、脾气好、修养好，咱台湾人上界好啦！啊，台湾好！讲到咱台湾时阵，真正有够闹热。是啊，不只是我这越南来，水果娘啊，还够足济所在来，有位福建来闽南人哦。果然广东来客家人啊。为什么的客家人的歌声听起来拢是这么啊哀伤？靠腰啊！啊，有在地来原住民啦、啊！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嗨吼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嗨吼，哎呀！哦，实在无简单嘞吼，咱酒店。今天福建来闽南语的歌，哦，广东来客家音的歌，跟咱台原住民的歌，和音色阿舅都是遐唱，这么厉害，敢知嘞吗？无咱来考考麦，好不好？好啊！古早来咱台湾的鸟只，各位阿都嘛来过，无咱来一段西班牙。无简单，真正是会晓吼。哎，那我来考一下，咱隔壁邻近迄个国家，等于什么大地当？那到香港就是迄个国家叫做 Japan。
我感觉这段拢我咧人咧，竟然徛咧遐轻轻。我嘛咧唱啊，有姐得噻，那收过分咱袂使。你即摆是咧，甲我搭水果。有姐，啊！你是咧搭水果，还是咧臭咩人家讲啊？你哇，我甲你臭咩人家，臭咩人家，人家，哦，我无迄个开着甲烟，要烟你家己烟，我就来休困啊啦。代志啥？你干嘛等来？啊，啥物代志呢？放心，你放心，我放心。休困啊，我咱即摆听。国乐团演奏这首《草蜢》，两个讲好不好？好，我声给吹了，好不好？好。
各位乡亲，咱足侪人是出来外口打拼的，嘛有人甲酒店同款是客来台湾的，但是咱大家拢有一个共同的心情，就是思念的心情啊。是啊，人阮若思念故乡的时阵，就会想起着天顶的月亮啊。哦，因为这个月亮甲故乡的月亮拢是同款的。啊、哦，安尼吼，就是。无你若这样思念，无安尼啦，阮陪你，阮陪你唱一条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马上哦，咱就再出国人做一挂歌嘞，甲精神上的支持吧。精神，各位，你敢知影讲，咱台湾人每一个人一年拢总工作几点钟吗？唔知吼，咱台湾人每一个人平均一年拢爱工作4120.8点钟，吼，每一个月差不多拢爱190点钟，每一天拢爱超过9点外钟的时间伫咧做工课啊！哇，那其实啊，我讲咱台湾人那参像一种动物嘞，啊，什么动物啦？哦，你讲台湾人就有台湾牛的精神吗？不是啦，啊，电视顶有你讲啊。来，七叔啊，你累了吗？哦，累了。暴力打满哟、啊，精力充沛。实在讲起来，我感觉咱台湾人确实另外一款四级卡的动物啦。啊，什么动物啦？就是洛克马啦。洛克马。因为咱台湾人拢是一直勇敢的向前行，大拉枪、赛马场的赛马，一直冲、一直冲、一直冲啦！好，无安尼，我来叫一条赛马，大家鼓励一下，好不？好。
赛马拉的实在是有够棒，拉出了台湾人的精神啦、啊。但是咱拉赛马要请说国语哦，未使讲台语呢。嗯，啊，请问拉赛马，拉赛马的台语怎么说啊？拍戏讲就拍戏，啊，都拉拍戏啊，老塞妹啦，我够拍听嘞，就拍戏啦。医生，咱台湾人唔哪里台湾拍拼。嗯，真侪人一卡皮箱，我都行入全世界，全世界走透透。不管是美洲，或者是澳洲啦，或者是出产企鹅迄个迄个南极洲，拢有咱台湾人的卡只。踮在咱后边这台湾国家团，因是足有名的，全世界拢行透透。不管是美洲，还是欧洲，还是亚洲，伊拢去足个国家，伊拢去过呀。哦，啊，但是遮尔啊侪国家，什么国家，你唔系讲我清楚咧？好，我讲给各位听。国家团去过国家有美国、法国。捷克、匈牙利、奥地利、马来西亚，还去过中国的北京、上海、无锡、南京、山东、蒙古，还有香港。哦，像你啊，回来背出来，搞搞搞，愈看你愈想搞啊！哦，大家扑下吹落去。哪里全世界，国外团嘛，你稍微行透透哦。连外岛的金门、马祖拢去过啊。而且今年是阮国外团成立30周年咯。哦，34周年啊！算起来，阮国乐团嘛是足有历史传统，也是深具传承责任的台湾音乐大使。哦、对啦，算起来咱是这个音乐大使吼，无啦，来啊，咱各位讲者，就看看麦者，对咱这个传统乐器有啥物了解吼？来，咱先。咱拢大家拢看过这個古筝，但是各位敢知影讲古筝为什么叫做古筝呢？敢有人观众敢知影？来，还是有奖征答哦，有足好的礼物咯。第一奖是就地献吻咯。我知，我知。啊，你知？你讲你家里养金，我知。你讲一定是跟那个古筝的声音有关。嗯，震震震震，所以叫古筝。啊，听起来拢同款。啊，真正是安尼，你就地好棒哦。竟然知道古筝为什么叫古筝？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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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咱哥来看，另外一个乐器吼，那个乐器吼，琵琶。各位乡亲，您敢有人知讲为什么琵琶叫做琵琶？琵琶为什么叫琵琶？古筝的声音是真真真真，一定跟声音有关系。我知，应该是啊，我知。你知你知，因为琵琶还下面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哒哒哒哒哒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哒哒哒哒哒，所以叫琵琶。好棒好棒，我棒你个头啦！那是樱桃小丸子的，现在叫做琵琶。我知啊，刚才要这个菜鸡啊，要这个菜鸡啊，对，哎，那个琵琶。琵琶，我在放你一直投什么？不是哦，琵琶长得很像啊。不是，琵琶是因为弹这个方式，咱古早是琵琶是横的安尼弹，扫落去叫做琵，爬起来叫爬，落去叫做琵，起来叫爬，转变做琵琶，琵琶，琵琵琶，琵琶，琵琶，琵琶。哎，哦，我懂了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咱琵琶叫做琵琶，知不？嘿 ，understand。咱看卖哦，哎，这个什么乐器呢？哦，这个弹拨还有一个乐器，哈，叫做乱弦。
哦，这个乐器，咱圆圆滚滚，那个台湾那个乐器足成的呀是。哦，你看个乐器足成拢圆，但是因的声是完全无同的哦。是哦。系啊，各位乡亲，咱有人知影讲乱弦为啥物叫做乱弦无？敢有人知？都无人知啊！我想一定伊知，你看，但伊就举手啊！哈，你敢知？乱弦为啥物叫乱弦？我想是甲琵琶弹法有关系，对不？系啊。完全是这样弹的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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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弹一弹弹，手软掉了。我脚软，我试试，我有啪。所以叫软弦。我吃狗屎，我啪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当然不对，我都吃了狗屎，怎么是呢？不是软弦，我告诉你，它是很有一个古典的意义的。而且软弦是咧，古早是汉字，一个拜的年代，是魏晋南北朝时，有七个人叫做竹林七贤。竹林七贤，就等等，我读过书，我知。竹林七贤就是迄嵇康、阮籍、三涛、向秀、王戎、刘伶、恨阮咸。安尼哦，遮尔个有读书嘞，七个人名背出来，无简单啊，真正是无简单啊。哎，最后一个那个阮咸，嗯，这个阮咸，嗯，这个阮咸，那也叫谁？难道是？没错，就是那个乱弦，就是因为那个乱弦听到这么大这个乱弦，所以那个乱弦用他的名来给这个乱弦，这个乱弦因为那个名字大乱弦，那个名字用那个名字，总之最后他就叫做乱弦。各位听我在说什么吗？乱弦为什么叫乱弦？这样吼，你说什么我是不知道。你说什么观众都听不没关系，我也听不那不重要，不重要，没什么重要。现在换我来给你扣一下好不好？我来你扣，我上高，我什么都会晓。这些乐器里面，后面这些乐器哪个乐器的弦最多？这个很好考，你看看我旁边扬琴姐姐陈胜一姐，你看哦，这个扬琴哦八几条，我看看把酒拢飞去啊！哦，我的老花眼又够发作啊啦！哦，看没有错，答对了，扬琴有144根弦呐、啊，好、哦，144根。我们现在请那个扬琴陈老师来跟示范一段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，我来几首啊？嘿，我再给你扣一条。给你扣，我拢会晓。这六个乐器里面，哪个乐器的弦最少？哦，这叫你刚才不要扣，你是在讲闹亏呢？哎，你看，琵琶四条线，扬琴呵八几条，乱弦四条，哈，咱古筝一两三四五六七。好、哦，二十一条，那黑那小妹妹，呼呼，我台湾甲挂台上水的姑娘啊，叶小姑娘，嘿嘿，两条绳内底外口，哦，倒花倒花，两条倒花尔啦，黑那胡琴最少弦啦，伊讲倒花两条尔啦，嘿。我有说你答对嘛？你再夸一下。我当然答对了，跳的还跳得很爽嘞，爽。不对，我是这个叫拼啦，那有可能，因为他没有弦。好冷，嘉玲顺啊！好冷，没关系，不然就来听一条皮拉克，大家心肝火热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啊，但是什么歌会使让我的心头火热起来呢？嗯，那就听袂哦。哦，以前台湾的查甫人拢爱做兵的时阵，听讲会再去听这歌。对，别给你刷牙、洗脸、折棉被。哦，这是因的起床号。哦，以前电视台有一个李艳秋主持迄个《每日一字》，每一工拢放这条歌曲做主题曲，大家拢听过啊。嘉欣啊，阮嘉欣，我拢听过啊。听过哈。哎、嗯，我们这个邀请咱我们乐团长得最帅的张君豪先生，为我们演奏这首《扬名春晓》。
次掌声欢迎，谢谢张君豪先生带来的《阳明春晓》，吹得好不好听呢、啊？是讲予你知影，啊，故乡的音乐是真好听伊。咿啊！哦，来继续啊。嘿，咱今天来遮学个遮尼遮物件。嘿，咱即马来个观众考一下好。好啊。哦，大概拢你来即马，我先来。好，请。我请问各位观众，哈。如果你答对我的题目，我会送你一个神秘的小礼物，就是 kiss 一个 ，kiss 来接受来 kiss 一个。我也不知道。请问我们乐团叫什么名字？知道的请举手。立博一二三，台湾乐团答对了。等一下，你可以获得跟那个我们荔枝嫂合照一次。我可是来 kiss 一个，莫你能猜呢哦。好，第一个问题换我来出吼，各位乡亲，我这边来数到三二一，恁来讲哦。咱台湾国乐团有啥物弹拨乐器？好、哦，来讲看两款就会使哦。来，三二一，有人知吗？啊，这姐姐，请讲。啊，琵琶扬琴，答对，一百分。感谢，请就地给你亲一下哦。最后一题换我来出，好，让你出。我这一题的奖品更好了。哦、請可以同时跟 Judy 还有那个是什么合照？来，请说。我们刚刚演奏这么多曲子里面，有一首是早期凤飞飞唱的，是什么歌？知道的请举手。哦、这条靠难度，敢不能知？站出来了，有你的。第一条烟草一秀啊，够济哦。我知啊，因为没有人要跟我们合照。有人我跟你讲，这也答对了。为了莫名，我们会赠送乐团的精美的 CD 一张。直接会寄到你家，知道的请举手。啊，也对啦，算答对，掌声响起也算啦哈。你唱的第一条，可是我说的是刚刚演奏的曲子面，《满面春风》答对了。答对了，我们把这个小姐的名字登记起来，然后我们把 CD 送到你家。我是说真的。我们专人派送，由 Judy 快递啊 ，Judy 快递专门送这个 CD 哈、啊。哎，今天这份哈，写来就好哈，欢喜欢喜，实在真欢喜。今天各位的这情啊，卡开讲哦，气氛真好，实在真欢喜啦。有啊，开讲欢喜，搁听这样子好听的歌曲更加欢喜。但是咱这个美好的时间，唰啊一个就咁要过去啊啦。最后，咱为各位搁带来一首歌。嘣嘣嘣嘣嘣。嘣嘣嘣嘣嘣！这条歌各位敢有听过？什么歌知无？无错，就是《夜来香》。哦，咱掌声欢迎咱家的《夜来香》。
湾国乐，谢谢，非常谢谢台湾国乐团。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到，来莅临到这个地方来看我们的表演。最后为大家介绍今天担任演奏的演奏家，第一位美丽大方的叶文轩老师。第二位担任笛子演奏家张君豪张先生。古筝气质宜人的菊慧山老师。弹得非常精湛琵琶的赖秀筹老师。最美丽的姚碧清老师。弹最多弦的杨琴老师陈思宇老师。好，给那里感恩要表现非常好的赖基硕陈乃国老师。当然冇，咱的酒地上哈，来这林永图先生哈。最后非常感谢讲，咱这个文化部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也在出版这个《天空草地榕树下》这个活动哈。阮台湾各个团都是负责这个榕树下这一系列活动。啊，唔知讲阮今仔带来这个节目，各位有介意无？嘛，希望讲下次还有机会为各位带来更加好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再会，再会，谢谢，拜拜。